姐妹这么迷信拉霸，你这么迷发型。大病。不好的弹琴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做一个假戏手真的计划？我回头讲什么笑？这是今天要玩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之前呢，就是有网友投稿跟我讲说，老师你要不要挑战看看那种琴盖盖下来，缓缓盖下来的时候，人家都可以弹一首土耳其进去，那你可以弹什么？那时候我跟他说，这样子的琴盖下来是直接蹦的那种，就是直接那种，所以没有办法玩这个游戏。但是因为我现在有新的这个 Boston， 然后 Boston 它是这样子滑下来的。Very nice, very very nice, baby。所以我就可以开始来玩这个挑战了。今天会带给大家十几首歌曲，到底在琴盖盖上之前，姜老师可以弹出多少呢？不过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我其实自己没有测过，到底这样琴盖盖下来可以有几秒？我们先来试一下，好不好？好，预备，开始。OK，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曲子都是以5.47秒呈现，所以有可能是一部非常空洞的影片，因为每首曲只有5.47秒。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菜单，但是当然，首先第一首就是要网络流传那支影片所弹的土耳其进去，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你会不会担心姜老师的手指就这样子拔不出来呢 ？OK， 好，来，来，开始。剪辑吧，他最好是一次又那么厉害，然后这样顿顿顿顿这样，不行，我也要很帅，我不行，我觉得我这样小家子气，我们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好不好？来哦。我超紧张，根本就没那么急，不行，再一次，快速音全部清楚。只有自己帮自己拍手，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个表现算是非常完整。好，来，我们再来下一首，下一首想要听什么？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咪什么咪西拉发咪什么咪不知道西西咪什么西瑞兜兜拉东西找熊咪。是不是像 rap？ 等一下，瘦子也有 rap， 我也有 rap。是咪什么咪西拉发咪什么咪发西，是咪什么咪西瑞兜兜拉东西了西寿咪。你觉得哈利波特的迷会放过我吗？不会，他们会退追。就是你怎么可以拿我们神圣的歌曲做一个 rap？ 好，来哦，这个要认真，因为这首原本是慢的曲子。来哦，可是哈，这个是安全装置，所以就算是手这样说。虽然不会很痛，但是小朋友在家还是不要学，因为你家的钢琴有可能是就直接下来那一种。好，再一次，再一次，我认真一点，我觉得我可以弹完。我跟你讲，这个跟打针一样，就是如果你一直看着它，你就会很怕，你就会弹得很慌。那我们打针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看着针，我们就没事。可是如果你一直看着针，这样。你就很怕，但如果你不要看 ，no feeling， 不要再开玩笑，刚刚录，我再弹一次《哈利波特》。好，最后几个错，我不想再弹一次了。第三首是什么？美美美人鱼吧。啊，我唱的美人美人岛，美人岛，咋了咋了，到了到了，美美人岛，美人岛。你们知道它是一首非常中国风的曲子吗？你不觉得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妹妹背着洋娃娃是很中国风？好好的弹琴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做一个假戏手真的计划？哎，干什么？假动作。我给满分。好，下一首。Impromptu。Impromptu。Impromptu。
个啦，那个。很炫技 ，technique。好嘞。两位中心人看到我一直玩大琴盖，他会不会明天就叫台式过来说，方健老师把那个琴盖那个螺丝手弄酸一点，弄松一点，然后让他明天直接夹爆。好，我来下一个卡农。哦，那不是，那不是，那就是说方老师走了，就是走了，就是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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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有人用这种步调走去结婚礼堂，是有多急？赶着要去吃饭呢。好，可以来下一个。大黄蜂。我差不多这里就被夹死了，差不多这里就被死了。好了，5:47的。我要长什么样？大病！我要从这里弹，我要从这里弹，然后被夹两次，没关系。下一首，有人要擦玻璃油精啊，这是一首时代的淬炼的歌曲。如果你家里没有一瓶绿油精，我只能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国粹。好，绿油精。最后走一支绿油精。姐妹妹都爱旅游金，全家都爱旅游金，旅游金。下一首，进阶巨人。哇哇！只有这样 ，sorry， 道歉，进阶巨人迷。好，雾中的婚礼。哦。全家便利商店，全家便利商店是哦。最后一首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好了，结束今天的挑战。
再一次的叮咛大家，小朋友，你要确定你家的钢琴跟姜老师的这台有没有一样，是不是慢慢下来的？如果是快快下来的，不要玩这个游戏。姜老师怕这个影片一出之后，明天很多妈妈都会来投诉我说，啊，就是我家那个姜老师哦，他就叫我小孩子玩那个钢琴的盖子，玩到我都夹到。安全哦，阿姨秀练舞哟。好，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记得订阅我，打开小铃铛。如果还想听姜老师弹什么5.47秒的歌曲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有可能都会在 IG 上面投。哎，家录音的附近邻居开，在外面开趴，对啊，我也在录音，他们就在我门口开趴，还有那个飙车族就开始过来听我这样，谁你？